对，其实这次，其实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我一直听到就是自己的音乐，然后感觉很奇妙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因为其实这次真的是，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。那我们不只是在表演跟不管是美术、服装、造型，那我自己也花很多的时间，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，其实我都是边拍戏边继续制作音乐，然后是创作，就是真正的体会到三明治的感受这样子。然后你觉得要来兼顾这两个角色呢？因为又是演员嘛，然后又是音乐人，那这中间要怎么样？分配时间吗？或者心情上有什么转换呢？其实片头的这个大家听到的歌曲是之前就知道，但是词是全新的，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很有趣的。有时候是拍摄到结束，然后到隔一天中间的空档，赶快再来跟大家讨论。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时间吧，时间就是最大的一个敌人，但是。时间快不够用了，两个小时。很开心了，真的很开心。那片尾呢？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？片尾还没有听到，不知道。片尾就是刚刚在现场有放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真的。对，大家都关心你，看看粉丝都知道。那片尾的歌名叫做什么呢？你是负责人还是？马上就下音乐。对，听到英文很紧张，感觉全新的一个面对大家的一个。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很完整的一个感受，所以说是全方位的参与，从演家就是有一些也是直剧场出身的嘛，是第一次参与我们台视跟三立的戏剧，第一次参与台视三立的偶像剧演出。其实我一直都很紧张，然后亮哥他会排给我紧张，他会跟我猜拳，就是在现场会跟我猜拳，他跟我说紧张的时候出力要上厕所但没有说服，因为我自己很紧张。所以我们刚刚在后台的时候都在猜拳，一直在猜拳这样子。OK， 那再来子红呢？子红，第一次演我们台视跟三立的戏剧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现在 special 层面是第一次演戏嘛，心情呢会紧张吗？我第一次来台视跟三立的戏剧来参与。那其实我之前是真的蛮紧张，但是我真正就是我们开拍之后，我反而整个不紧张。对，我觉得你看起来很棒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专业的舞台、很专业的团队、很专业的演员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开始觉得，所以其实我不需要那么紧张，我只需要把心静下来，好好去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会很好。好，那第一次见到其他两位的时候，感觉怎么样？对彼此的印象？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叶星辰嘛，就是苏小琴。兼职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做女主角这样子，我想说天哪，太瘦了吧？他瘦到就是我有点傻眼，就是想说，这女的有事吗？这样。可是后来了解了他的个性之后，我发现，他真的就很像三明治女孩。对啊，然后被他们两位夹着。对，然后后来都看了这个片花，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让人喜欢。你这样看我就不太舒服。对，然后。就是看到一两个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感觉他话很少，他是冷的。可是后来上去久了之后，发现，OK， 我知道为什么他粉丝那么多，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小男孩。但是他其实就，真的，魅力就是在于说，他外表其实是一个很成熟，但他内心保有一个男孩子的东西。好，那刚刚在片花当中有一个场景。
是也不会掉到那个坑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虽然很浪漫啊，就是那个玫瑰花瓣，但是是有一些小小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，那个到我们在里面经历了小土石榴。小土石榴，我是整个发脸上吗？山峰，因为那个很高，就是很高3米左右，然后它上面是比较接触空气比较多的地方，就开始比较干，然后一干它就会开始往下。那星辰比较辛苦，因为那天它是在面对上面，打到那面上，最大的阻挡。那其他呢？那些石榴它也是掉进去嘛？受伤，我那天掉到洞里那天，我其实我没有受伤，但是回家发现，已经好了，膝盖和小腿的问题都有淤青，会的。然后我们第二天讨论说，全身酸痛，但是其实可能是因为要维持，对，因为要维持。对，好的。他的姿势，我要补充一点，他是非常厉害，他可以。我有问他，就是我们现场都说他的脚是真的人的脚，因为他好像就是可以用脚面的，嗨这样。然后导演就问他，你是有练什么吗？他说没有，我生下来就这样。